天王周杰伦终于再度开启巡演，12月先在新加坡开唱，有部分进场的歌迷看完后在 IG 留了负评，觉得演唱会不如预期，高音也唱不上去，还说感觉杰伦哥这几年心思完全不在音乐上，风光和低谷只有一线之差。对他10年的铁粉更直接点出关键，不是找兄弟代唱就是合唱，我们要听的是周杰伦啊。负面声浪在网络热议，但周董果然是歌中之歌，他在马来西亚演唱会上回应了，甚至问大家有我的 IG 吗，表示自己有时候会看歌迷的留言，是想知道大家听了演唱会的感受，接着幽默的说先讲好哦，只能留好的留言哦，因为我是一个正能量的人，所以只要有人留一些不好的，我可能会从右耳进去之后就从左耳这边出来，逗趣反击负面声浪，演唱会又很大气开放录影拍照，要歌迷记下不好的地方 at 他一下，他回去要检讨，高 EQ 回应又再度收服粉丝的心啊。